号你们有时间吗？我在九月十八。那个日期我要看一下先。九月十八号。我等一下我再。是星期天。玩班很久了，咱们几多年了？几年了？在一起真十多年了。我们是第三次带的。就早期的女生，他们70年代。七十年代。哦。你不是现代吗？我就是看你在查那个墨迹，我在跟他聊天，他后来就穿进来。啊，有时间刚好是没有东西。OK， 那个，我就是想另外一个问题，另外问题。因为好像不然你会有压力了。跟五位大哥说一下，因为这次我们的这个款项是全数要捐给这三位有视力障碍的兄弟，算便宜也好，还是怎么样都好，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帮我们一下？就是慈善来走，对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好，所以只要时间每个可以配合，就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你们 OK 吧 ？OK。愚者乐队是本地资深的乐队，邀得他们助阵，无疑